一蕊红玫瑰，才敢行这阵乌暗去。是因为最后彼阵西北风，将阮的爱情泼落地。有酒在风雨的当时，亲像眼睛，不由心头微微想起伊。来看看有没有秘艳国第一个有十八层，哎呦，十八层地狱嘛？为什么要十八层？对对对对，这个有原因吗？应该是罪状的不同吧？应该是啦。根据过去呢到现在，是是是，他呢就把它分类，对，哪一类人应该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？对，总共有那么多罪状哦。但是有时候说实在，那零星哦，难免会做错一点小事啦。或者做错事情，但是我们只要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及时的回头改正，我觉得人生都还是很有机会跟福报。当年当年，所以今天你有报名还在野林，是是是，都是心里面有一点疙瘩的。哎呦哎呦，今天叫化盖，忏悔，来告解告解一下。好，来，首先来欢迎徐志豪、董玉君、吴生美来泡泡的。三位不得了，是的，一个比一个卡，好，是的，尤其中迄个吼，我传两个早间啊，都安尼，唔捌有即款场面啦咯。哎呦，我见，我唔捌超级夜总会对我遮好呢。安尼吼，我同熊边啊，唔是看张秀清，就是方怡品呐。